把瓜子喷成锦色，骗我发中了大奖。闺女，你买这么多零食干啥呀？这些都有奖，说不定能中金子呢。嗯，妈，你傻呀？谁信呢？这就骗了你们小姑娘，要我绝对。你绝对啥呀？绝对不上当。兄弟累，快点上。来，妈妈瓜子给我留下，妈妈客点。喝什么喝呀？你喝多了别看大龅牙，多难看。Later。挺多钱，一百个 W。吃饭了吧？睡着了？妈，我睡多长时间了？妈，咋还睡出汗了呢？盗汗了，可能是。哦，赶快吃饭去。嗯、这菜咋吃呀？这么素啊？不能吃，别吃，事儿还不少。这回能不能吃？哦，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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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呀。这些衣服你都不要了？这些衣服已经不符合我的气质了。那你现在啥气质啊？啊，这才符合我的气质呢！啊，想啥？啥玩意儿也不要？姐夫，这哪来那么多钱啊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中奖了，金瓜子儿。是吗？我看看，没看过吗？姐夫，啊，金瓜子能轻一点？你这车子硬，别被骗了。我还能被骗？硬度绝对够。你要干啥？说好的约会看电影，居然来逛车展，累死老娘了。小韩，这辆深蓝 S20 它外观时尚，科技感十足，内饰精致，高级感满满，当咱们的婚车正合适啊。咱们先找个地儿歇会儿。哎呀，别歇了，咱们去看那边的凉快。还逛啊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累死我了。哎呦，累了吧？嗯，我做个攻略，这深蓝 S7 的前排双零重力按摩座椅，能平躺120度呢，还有按摩功能，让你沉浸式放松，任性躺平，你快试试。舒服吧？感觉像是在按摩店按摩一样。知道吗？最近流行一句话，到上海车展没坐过深蓝 S7 的副驾，就等于没来过上海车展。嗯，这句话流行的没毛病，舒服。对了，你说好的逛完车展带我去看电影呢？不用等逛完车展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躺平看电影。在这儿，是时候展示一下副驾超感触水屏了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穿着观影，再也不用担心旅行枯燥无聊了。而且深蓝 S7 还有 Depot 14扬声器，如同置身电影院的震撼视听效果，听歌看电影都更过瘾。这车可以啊，这不就是咱们一直追求的车内舒享生活吗？可不是嘛，你看这车外如此嘈杂，车内却如此安静，这车就是咱们的私人影院了。你要干啥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得亏我来了，不来指不定出啥事了呢。你俩看车呢？对对，叔叔这么巧也来看车呀。嗯，是挺巧。我觉得这深蓝 S7 挺好。叔叔，您太有眼光了，我也觉得深蓝 S7 挺好。您看这前后排的大空间，还有超大后备箱空间，就算我和小韩以后结婚生二胎都不用换车了，全家出行一车搞定。而且呀，它还带外放电功能，周末带着叔叔一起去露营，吸着氧，听着鸟叫，吃个野餐，再放个露天电影，这才叫生活呀。我这时候这还享受啥呢？这车是挺好，但我喜欢轿车。叔叔，其实深蓝 S203也不错，被称为电轿王炸，非常值得入手。功课没少做呀，那你们买深蓝 S7 给我，我买深蓝 S203。 我再研究研究。车不错，但是你呀，我也在研究研究。闺女啊，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再享受一会儿。和喜欢的人看流星雨也太浪漫了。哎，你这狗还挺可爱的。它还可聪明了呢，你看啊。争点气啊，饭团！他肯定觉得我很蠢。快去吧，自己玩去吧，去。哎，你胳膊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哇哦，他竟然在关心我。我带了充气沙发，咱们晚上可以躺着看流星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哼，我可就带了一个，你得和我躺一起。啊，像是坐漏好像不对。哎呀，咱俩一起就对了哦！太对了，太对了！终于弄好了，是啊，不容易啊！太帅了！啊！我敲，饭团送嘴，你要毁了老娘的幸福吗？对不起啊，今天不能躺着看流星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嗯。
好浪漫，我得把握机会聊一个男生最喜欢的话题。你这是什么车呀？还挺好看。这个车呀，这是上汽大众途卡，内外通色，颜值特别高，百公里油耗还不到六个，养车压力也不大，挺适合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的。是吧？可惜我是个新手小白，要不然真想试试看。可以啊，它有智能导航和 IQ Drive 智驾管家功能， ACC 高级自适应巡航，还能帮你稳定车距，你开也可以轻松上手。哼，新车都给我开，果然拿捏住。看流星，快许愿，小韩，亲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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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流星。中门里门门把魔鬼辣椒剪成丝，骗我爸是藏红花。这你姥爷给你藏红花啊？他说我最近太累了，让我喝点。你个小屁孩喝这玩意干啥呀？给你喝点吧。那凭啥呀？哎呀，不白喝，你这打倒霉。Later， 知道这啥吗？地中海藏红花。我闻呗，闻呗。你干啥？给我喷飞了！田峰啊，这地中海藏红花劲可真大，啥你都不懂，这玩意儿泡水喝。是吗？你等着，他啊，啊！不辣了，藏红花就这味儿啊，越刺激代表劲儿大啊。是吗？我都冒汗了，你没喝下去？开始排毒了，那是。是吗？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太辣了！不是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这怎么这么辣的？你们喝，我喝吧，我就缓缓。这老虎了，你们学长，你变年轻了吗？我感觉我年轻了十岁，我的热血都在上涌。你这都喝了，你给我分点。哎呀！啊！喝没了，不喝了。啊，这太辣了，别说，这不能浪费了，这我这吃了，这能吃吗？这能吃，这人家喝茶叶都把这吃了，我下去。妈，真香！来，这玩意能吃啊？好东西。给我留点，你说成这样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留着，你给我留着，你给我留着。好吃吗，爸？哎呀，这大红花太给劲了啊！是吗？你要喜欢，我就再给你俩捡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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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玩。信不信我让猴哥心甘情愿给我200块钱？我不信。不是什么？啊？不是我们什么钱？啊？玩个游戏。嗯，玩啥游戏？你要是能把这个钱抽出来，并且瓶子不倒的话，钱归你了。哦，还有这个好事啊！刚刚我听说是什么？想给我200块钱是吧？嗯，对，我给你200块钱。不是，这再来一遍不服的话，那我再来一遍吧。你别说我欺负你。嗯，不说。不是，我行啊！你真的假的？我真行。你能抽出来，我给你一百。你把钱放这。你不信了我？给多少都给我。来。换个瓶子。嗯啊，先换一个瓶子。不是换瓶子，你先换一个。换啥瓶子？不是你们这样玩是吗？你这样耍赖，这样不好吧？那怎么耍赖了？没碰瓶子吗？确实也是。不行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把钱还给我，还给我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我要是再抽出来瓶子没倒，再给我100块钱，对吧？啊，好，太好了啊，整活了，朋友们。不是，你还在这样吗？啊？不是，这我怎么又想？你还在这样呢？那不行，这样，这个我愿赌服输给你了。你那太硬了，你好好举，拿餐巾纸，你铺下面，你给他拽走。我拽走这个话你请行不行？我请，我这拿钱都给你，你拽不走，那口袋里全拿给我。我要拽走钱，爱咋咋地，赶快来了。喂。哈哈哈哈哈！